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复合式子音。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讲过，复合式子音就是由两个字母合在一起会发出另外一个音，叫做复合式子音。例如有，是有声的，然后是无声的，大家知道了吗？然后这个呢 ，Yuna 这个字是什么？对 ，Sandy 这个字呢？许。对 ，And。对，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游戏呢，请大家站起来排一直线，好吗？对，排一直线，然后请每个人呢，就排一直线，然后每个人请轮流上台。我们黑板上有两边有不同的字卡，那我要请每个人选一个字卡，然后念给我听，然后把它贴在正确的项目里面，好吗？好，用那先来选一个。好，请念，先念给我听，这个字是什么？唯有。对，很好，贴在哪里？是五音。对，唯有，很好，请坐。再来 ，Cindy。兔。对，兔，很好，是有声还是无声的呢？无声。很好，兔。好，再来。对 ，that 有声还是无声的？有声。有声，对 ，that 好，没关系。好，再来 ，and 的。对的。有声。有声，因为它是功能字嘛，是有声的。再来 ，Victoria， 这是什么？啊 ？Wish，wish，sh 就是 sh in a wish。对，再讲吗 ？wish。对 ，wish 很好，记得 sh in。再来。Thank 是哪一个呢？对，它是有意的单字，所以是对 ，thank 无声，对，我都看不到你的嘴型。好，再来 ，she 对 she， 记得它是 e a 两个母音在里面，所以发第一个音是长母音是 she， 对，很好 ，she 好，再来 ，fish 对 fish 贴在哪里呢？对 ，fish， 对，很好，是，对，但有声的是吗？好，很好，再来 ，shine， 对，好，贴在哪里呢？对 ，shine， 记得是 i 跟 e， 所以是发 i 的音 ，e 不发音，所以是 shine， 好，再来，是，对，是。是需要一个母音，可是短母音是，是我快点跑掉。再来 ，switch， 对 ，switch 在哪里？对，很好 ，switch， 好。再来，剩下的呢，我要请两位同学上来帮我把它放到正确位置，好吗？请那个 Wendy 跟 Anne 好不好 ？Wendy， 好，对，剩下上面的几个，把它放到。Wendy 负责右边的，然后 Anne 负责左边的，好吗？这是什么呢？对，很好。Wendy， 对，好。哎，有没有结束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比较对，你比较高。定是哪一个？对，无声的。对，我有很好，谢谢，请坐。那我们大家再来念一次好吗？第一个是有声的，是什么？功能字是有声的，所以是 that，the，them，these。记得 es 是有两个母音在里面，对吗？对。所以 e 不发音，只发 e， 所以是 these 这样子。these。对，再来呢，这个。无声的，所以是 to， thank， thin。 那这里呢，只有一个母音，对吗？记得，所以是短母音，我们要发 thin， 对 ，thin。再来是 ch 跟 th 是发什么？的音，这是 ch， 所以第一个字是 ch， 第二个字 switch， 再来是 teach。teach， 再是 watch，
wat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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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是 pat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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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那这个是嘘，记得哦，是 sh 是嘘，我们刚才有同学发声是嘘，不是嘘，不一样哦。好，第一个是 wi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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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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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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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这里特别为什么不是 shine， 因为它是有两个母音，发第一个音，第一步发音，所以是 shine shine 发 i 的音，有没有记得吗？ shine shine 再来呢？ shi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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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 ship 那个 ship 要出来。最后呢，搭配的曲是什么？ wha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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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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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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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e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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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也是长母音，有两个 e， 所以后面不发音是 whee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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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。那再来呢，请我们黑板上旁边呢有几个有不同的单字在旁边，对吗？对。那我们要看一下另外的，我要撕起来了吗？现在呢，我要请各组，就这边一组，这边一组，好吗？那我会念一个单字，请你们把它找出来，然后贴上去正确的地方，好吗？那就 shine and shine and shine。好，第一个字我要念的是 shel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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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elf， 找到吗？ shelf shelf， 很好，请你们念个字吗？ shelf 对 shelf， 很好，有二的音吗？ shelf shelf， 很好，请坐。再来，我请那个 Victoria 跟你好吗？ Catherine 好，再来我要请你们找的是 Fren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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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很好。什么里面前面 French 对，很好。再来我请 Anne 跟 Cindy 好不好？你看这边，然后再看红色的，好吗？我要请你们找 south south south， 不是 sout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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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发的 south 南边红色。对，好，请念好吗？ south south 很好， south 很好，好，再请坐。接下来哦，我要难一点的，我请 Wendy 跟谁？跟定好了 ，Wendy 跟定好吗？请你们把现在呢，请你们把 Wendy 负责红色的，另负责黑色的，请你们把 T H 有声找出来，总共有四个字，请你们找出来 T H 有声的字，有声的，总共有四个。找到了什么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所以呢，应该是第一个是 they there those then some 不对啊，因为 some 它是有意义的单字段嘛。我们刚才有讲过文法的字，功能字，功能字就是这些。They, there, those, them， 它是在文法里面会常使用到的单字，所以它是有声的，它当然就是会是无声的哦，好吗？好，那请坐。再来，我请。什么东西？那个"类"不是有意思的字吗？
它是有意思的，它是功能字，所以你会通常会加 they are, you are 那种，好吗？那就不是我们硬要背的单字，所以你会用在一个句子什么什么时候使用它不一样的。对，好，再来我请。对，很好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等等。我觉得可以。对，看，好，年份。好。对，然后呢？对，很好。还有呢？这个不是了吧？贴错，好，贴回去哦，贴错。所以有什么文型的好吗？有 shelf, shelf, cash, cash, she, she, rash, rash。 好，最后还有什么 ？Sandwich 的事，请 Yuna 跟谁？那个，哎，我怎么忘记了名字 ？Asian，Yuna 跟 Asian， 请你找 Sandwich 过的音好吗？
，C H 跟 T C H 发什么音？零的，第一个 French。match 的 match 是 match 的再来 chess 只有一个母音是它短母音是 a 的音忘记了好是 chess 对然后再来 chair 很好再来是 sh 发什么 sh 对Shelf. Cash. She. Rash. 最后加个H发什么？不的音分是 whit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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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n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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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a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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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r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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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很好。那再来我们。看到课本。